大多于百千的这种使用和分类的污染，环境都带来啊比原来的一些价钱啊，变少了这些价钱啊，鱼干巴无新鲜，拢这种物价。食品先有营养，嘛无食；气味变嘛无食。啊，煮嘞，煮了无下去嘛无食。啊，不合时宜、不新鲜的食品嘛无食。啊，肉切嘛无食，伊嘛无食。啊，就没有适宜调味的酱醋，伊嘛无食。不合宜的食品嘛无食。食上的肉虽然济，食的时候会使超过主食的这个分量。只有饮酒是无一定的限量，但一定会使啉到醉。主要都是乌话讲话。从市场买回来的这个肉、酒，伊充满无清洁，伊就无食。进餐团味香不太多，以及因为伊会当酸气去解火调中，饮食总是适可而止，不多食。如果参与国家祭祀的这个典礼所得的祭酒，不超过到了第二日，别个祭肉祭酒。留存不超过三日，如果存放超过了三日，拢无吃。在食饭的时候，不交谈，伫困的时阵，未使讲话。日常饮食虽然食的是粗细的饮的粮食，蔬菜做的羹汤，或者普通外国食类，在饮食之前先祭祀祖先。而且一定恭敬的祭拜，所以读到一章了后，咱会当了解，话讲孔武祖嘛，亲像安尼，交人讲无相像安尼哦，先把着瓜切甲死，甲甲倒食，一个酱着搁有下食来食，肉伤济也无食，手呢甲肉无，伊市场买回来伊嘛无食，所以。咱来了解，早做事的时阵就爱问知，这是少一个题目，来讲俩，其实孔老夫子伊就是做事的人，了解就是做事的人，所以呢，这种是专门讲孔老夫子的这个习惯，饮食的习惯，特别强调饮食卫生甲用餐的礼节，用排断。诶，叔叔心得，安尼讲啊，所谓不食食，恐病从口入，为养生之大害。伊毋食，就惊伊病走对嘴内去。这是养生的大害。药，酒药少量可提神，长期不食，反而伤心。适可而止为当，为当。酒甲肉少量会当提神，长期不食。等到对身体就好歹，不多食食，胃液有益于消化之功能。以休息健康之本呀，不多食呢，是胃的消化一定的。这个消化的功能会当休息，能食上饱所以这是健康的本质啊。食以养阳，也比以养阴，食就是。养阳、养气的，困是养阳气所以最近呢，多做点步。一暝若困无六点钟足，至7点钟，后日啊中午甚至更晒啦，比较合适所以这食拢爱困，拢爱做注意。食眠宜，阴阳调，食。甲困来拄好，阴阳有调节，体健神态，
身体就会健康，精神就会好，就饱满。人有足矣，无心伤心，故事不见。讲话讲诚实，对心精神，啊，对咱的身体，拢无好处啊。所以，尤其在食饭的时阵，唔爱讲话，唔爱讲话，心不言呀。在困的时阵嘛，唔爱讲话。主张乃地主所以空主之常生活，注意卫生，乃自由饮食之使用。这种是空主的地主所以空主之常生活，注意卫生，乃自食寝之使用。不但注意卫生，就只讲食甲困的使用，瓜菜之行如不隆隆哦，瓜菜哦。要安怎用甲诚心来讲一项，无讲甲足详细，含足味甜辣之食的，只爱讲只爱拢使做甜辣饭食。凡辅助之衣，凡所需饮水为乐，又只有主张需求都不低，恶以恶食者，因空主官道人难行啊，所以。孔子就讲：“凡所需饮水，足供其正直，乐在其中。”啊，也是讲啊，啊，有主雕工书其无德，啊，只恶天恶一食，恶食食，比较不食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多重要，恶向吃歹，向吃歹，这叫讲讲明了，你嘛听明了呀？因为孔子管道人哩，孔子呢，迄个时阵。看到这个刀竹板唔歹行，哦，竹板唔歹行，竹板正形，哦，意就说法之为生，以教敦化，以教敦化，用这个就说法的这个为生来教下兄弟姊妹，所以不失义理，竹败啊，对义竹败邪恶就恶失正啊。不是，也不正，不得其常者，乃俗曲，乃阮俗曲道人生所失，为义就变文专属啊。所以呢，伊讲啊，伊啊，那歹嘛无食啊，伊嘛哦，那歹嘛无食，食那歹看嘛无食，佮食那歹味嘛无食啊。啊，主要无食嘛，无食；啊，无下时阵嘛，无食；啊，吃无食嘛，无食；无啥物好笑伊嘛，无食。所以伊呢，想反转来思考这个人生，啊，素食为宜啊，啊，应撇掉荤，应撇荤转素呀。咱也是讲爱，啊，人食草，尽量来食菜。以前安尼讲，讲啊，拄好同个一项来吃一下吼。因时因人心不古，迄个时阵因为人心不古，车欲翻流，哦，要进修啥？所以人当时常在讲，这个时代不亚于春秋，哦，这个时代乱世不亚于春秋。你敢看，尤其是这选举的期间。什么条件，伊嘛敢讲，较无影，伊嘛敢讲出来吼、哦。所以咱来了解，真诶讲，哦，真诶时代，就是讲不亚于春秋，交春秋相像。啊，无春秋就是交真诶时代差不多相像。所以车欲环游，有不良日言是真之可挑。因为迄个时阵，孔圣人呢有不良日言。啊，未使讲足真诶，即个夸张。但随着日本知识，但照着即个从日本家伫食诶，即个经验，伊是在界之生呀，来伫食哦，用即个经验来做在界生。所以咱啊看哦，当时王侯有先生，现一只。讲你来看，一招你看咧，
你看我迄个相片啊，我爱去搜索以前，伊就安尼看，安尼甲我讲，叫我着看下相片，看，搁再看，看，搁再看，不然你我讲，爱看无，我讲无咧，你用来解释我听，爱着慢慢慢慢的来解释，一句我爱足好个解释我听。伊讲，实在控不住钱，他早就搜索了，哦，啊，所以呢。伊叫后代人来熟悉，啊，因为是大部用阮哩，全咱见到就是开普渡，都是几十年前，就是叫咱袂使办道歉，啊，是大部小事。所以咱即个时阵有机会，咱有咱修心，有咱办道，咱一定爱认真来道歉。认真来改变咱歹习惯，哦，由荤改素，哦，好好啊，将咱这个分体来改成一个素体，来当叫人当师傅，啊，安尼带过来，往为咱出世做人的一个解答，啊，我从嘛感觉讲，啊，逐项讲啊足详细，啊，有咱今仔日呢。来读高职也都好啊，啊，咱有时间转去加减看，加减看，茫无看，无看时间一日一日一日过，你也看是八月半啦，啊，七月过，哦，八月到啊嘛，八月年拢会出飞机，人讲就是换过来，哦，讲年纪中秋过，换新去拜山。一礼拜拜三人过，一礼拜过。哦，一个月十五人过，一个月差不多了。今年中秋节人来，今年就差不多了。啊，所以咱看经典，啊，慢慢体会咱的人生。咱这是一个阿囡仔，啊，真种大人啊、老人啊，做人阿公、做人阿祖啊，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啊，过两日来，人要甲你看。没人看，对，这都正常的啦，没事。啊，有时间看散的啦，有时间看半的啦，大家都没有看的，这是一个道理。啊，所以咱这个，就咱也要顶上，也要讲，也要讲，爱好好研啊，最好祝咱那个身体健康，能好一点，谢谢。哦，哦。呵呵，浅水，呵呵。